表台湾出国去参加比赛，佳玲娜真正是真厉害。继续咱来看明德大学今年所举办的国际篮球邀请赛，来自亚洲的四个国家是派出了六个队伍来参加。经过了这五天的比赛，韩国所派出的两个队伍是摕到了冠军，也有亚军。另外，今年明德大学因为这伤兵比较较侪，所以是跟他摕下了第四名。明德大学逐年举办国际篮球邀请赛，希望透过国际性的比赛，和各国的大学篮球队互相来联谊，而且嘛来增加明德大学篮球队的经验，也够实力。今年的比赛拢总举办五天，每一个队伍共进行五场比赛，其中韩国两个队伍表现特别好，分别摕下了冠军，也够亚军。其中庆熙大学逐年拢来参加，实力特别强，已经连续十五场唔捌失败过。搁再一摆来摕到冠军。我们庆熙大学可以荣获奖牌一支，以及我们的奖金美金2000元。Yes, welcome. 恭喜韩国庆熙大学！非常感谢各国代表的参与。我们看到了最精彩的比赛。最团结的团队精神，还有各国的代表队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。明德大学表示，学校的篮球队这几年已经成为全国亚洲球队，而且还摕下了全国第四名，成绩非常的好。国际篮球赛也是学校自己开钱来举办，希望透过这款国际比赛，和台湾的篮球选手也会有机会跟国外选手来比赛，和大家的篮球实力都会当越来越好，未来也会当在国际比赛当中摕到好成绩。就是蔡安平笔头报道。